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接吻这件事情是常常可能像老师或牧者会提醒我们说，你们在交往当中，或是说在我们的亲密关系里面，你要放慢你的身体的接触的速度。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比较被他们掌控，而不是我们可以去掌控他。可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这些事情是哦，原来我的身体不是我要刻意去阻止，是它很自然，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跟我的身体共处，我也知道怎么样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可能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帮助。那我觉得男生也要知道，原来你的体会可以对一个女生来讲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心情愉悦的一个激素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团契，我们很开心。我们可能我自己也在学习，我们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那最后的结语。